带你来看的是哦，随着保护动物意识的高涨，虐待狗猫的消息一一被披露，现在连市场也成了弃猫基地吗？台湾动物紧急救援小组日前呢，遭民众通报说，合作市场内近来流浪猫的数量是越来越多了。后来就发现是民众用机车再来一整窝，然后丢弃。动保团体志工多日搜证，在夜间展开了救援行动，果然呢是看到了许多小猫，仅诱捕后全部带回结扎。合作市场内近来传出遭不孝人士随意将猫咪再来这里丢弃，当地民众亲眼目睹。就中间那里的庙啊，都抓过来丢这样子而已啊。由于数量越来越多，民众转向动保团体检举，台湾动物紧急救援小组利用夜深人静实际搜证，果然好几只猫咪就分散在各角落。看到小猫啊，在水管那边，好可爱哦。动保团体陆续发现弃养小猫的数量逐渐增加，从六月份展开救援寻找以来，到目前已经捕获到30多只，许多遭再送到市场放生的猫就这样活活饿死或被野狗攻击。他们还有人看到说有狗狗在追那只小猫，我觉得这样是非常危险的，很可怜啊，这些小猫相当可怜。志工痛批养它就要照顾它，这种恶意弃养的行为其实已经触法，政府单位也要追究开单。随意弃养动物的话，这真的是已经违反了那个动物保护法，所以那个台中的防疫所其实他们也有跟我们联络哈，在了解这个情况，对他们很希望我们能够收证，看是谁把猫带来丢的。那我们有跟市场一些人讲说，如果再有看到的话，拍照给他收证下来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告发他。全力弃凶，找出狠心饲主。由于猫咪繁殖力强，动保人员还是一一将猫儿带回结扎，避免衍生更多无辜的流浪猫。台中都会新闻陆干城赖义儒采访报道。对于小动物，爱它就千万不要害它。在台中市有一个菜市场附近，竟然最近有人都在半夜的时候弃养小猫咪，数量最多的时候十几只。爱猫义工就发现这些被弃养的小猫咪眼神惊恐，躲在角落非常可怜，几乎都快饿死了。三更半夜，义工走进黑妈妈的菜市场，果然在推车底下和水沟边发现两只被弃养的猫咪，眼神非常惊恐。喵喵，来。我回去拿那个小猫饲料来给他们吃。他们都菜市场。但猫咪的警觉性很强，很难接近，只好拿诱捕笼里头放食物，吸引猫咪靠近。乖呢，乖呢，哦，乖。不知道谁，不知道还外地来的啦，还是那个早上买菜的啦。不知道是从哪里拿过来，他放在这边，他去买菜就回家。附近的民众说，最近深夜或清晨，有人偷偷带猫咪来丢在市场里，但市场休息后没有东西吃，还有很多流浪狗，小猫咪常常被狗追，甚至被咬。啊，他们不一定找得到东西吃，他们还有人看到说有狗狗在追那只小猫，我觉得这样是非常危险的。把猫咪丢在这里，让猫咪自生自灭，实在很残忍，也已经违反动物保护法，弃猫的民众要自爱。记者张春峰，台中报道。